成了，成了。主上，怎么了？主上，主上，主上，主上。这黑锅就让万岁背了吗？我觉得这事儿肯定跟白凤师姐还有杜明冲有关。柳少，我想抱抱玉洁。好，我帮你。你不问我原因？你说过你想得到抱月剑强大的力量，保护想保护的人，不再害怕那些阴谋诡计。你想保护我，就算出了五阳侯府也不再害怕傲寒。我说过我会带你回家，你终究还是要离开五阳侯府，终究还是要回家的。不过我有个要求。嗯？就算你拥有了强大的力量，我继续雇你保护我，但不可以收高价。对哦，之前收了你3万两银子，我忘了说实现了。怎么你还要涨价？那就加个实现吧，就加到我无法保护你的那一天。那是哪一天啊？无法保护爱人，不再被人需要，生命走到尽头的那一天。不会有那天的，就算真的有，就换我来保护你。不过，你刚刚说的爱人是谁啊？啊？嗯？柳少，啊，其实我想抱抱玉剑，还有一个原因，我要弄清楚我的身世。你的身世？我来五阳侯府，是我师父的要求，还有白凤他。他们在这里！快快快！